我们要去哪 ？King 马尔斯塔特。我们今天跟明天要住的地方，因为它长得真的太不像住的地方了。那我们来的时候一度傻。Yeah, 再给我一个笑脸。Have a nice day. Bye bye. King. 马尔斯塔特。哦，我今天要去湖区。龙猫公车出发。出发。天气好好，这几天奥地利超级热。听说就是他们平常是不会这么热的，但这几天有热浪来袭，真的热到爆。说但其实说热到爆，大概也就是这里的热到爆吧。跟台湾比的话，还是没有那么热啦。台湾就是一走出门就会想要立刻退回去家里面，但是这边是出门还可以的。我要直接从这里停下来。行啊，我再开车啊。好漂亮哎、欸！你去找个地方停下来，这什么？很漂亮吧？没有，超大，超大一个。找个地方停下来。好吧，要不能随便停下来，我们要找一个地方才能停。太漂亮了吧？我都要哭出来了。湖区的第一餐饭。好香哦！其实我们还没到哈尔斯。奥地利乐坛。奥地利是乐坛。奥地利的音乐坛。好美哦！超级漂亮的。你看我们快到了，好漂亮，几年后的月亮，我会找你去养一身伤，一身伤痒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这个大下坡，超酷的，我们到了，我们来到山上了，来，想骗我啊，来到山上了，我们到了，铁 bus only 耶，对啊 bus only。找停车位，哦，往前，往前 ，parking 往前。大风。那个飞机看起来很重要。刚刚超多韩国人在这里拍照，我们想说这也很厉害吗？一转过来，呜、哦、真的很漂亮。去此行，流量好的话，要多少加载？我随便乱讲，订阅破个万吧，也累了。真的，每一个地方要这样，摆地方去，你不也去吗？他去我二十次，没关系啊，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
请家当成有了。随便乱讲。你还应该每天吃可颂的吗？真的，哎，可颂一个0.99可以吧？没有0.99，0.59，对不起，我们今天跟明天要住的地方，因为它长得真的太不像住的地方了，让我们来的时候一度傻住，想谁看到这个，我以为是住的地方啊，超夸张的。好，今日密室逃脱成功。好，总算找到钥匙。每次他们都喜欢把钥匙藏在很神秘的地方。真的。好。可以了，得到钥匙，那就是要去前门开门。附近环境很好，看起来超漂亮的。耶耶，超高的。厕所，对，主卧室。耶、yeah. ！晚餐耶！随便弄弄就很好吃。早餐时间，我需要一个阳光之前。可颂烤过真的超好吃，超市可颂一颗0.6欧左右吧，然后烤过之后超高级，有一颗80块台币的口感。